继续是来自德甲乡校园的消息，学习美术艺术，更爱怎样艺术的价值。德甲高中美术班透过画作分享，地地宣传来举办鉴赏会，展出24件创作画作，以拍卖鉴赏的方式，和经济企业家甲诚心人士熟悉这群认真的囡仔，并借此来募集捐赠德甲高中美术班发展基金，资助这群学生减轻弱势家庭的负担，并圆满因的美术梦想。非常的感谢大家。德甲高中部美术班成立于1907年度，首度招生在迄个中部地区，喜欢美术的学生齐聚来学习，也看出美术领域的前进阶段。为作来自其的学习之外，更爱有源源的创意，在新生年代有更多元、丰富、独特的看法。美术班展出24件有出来带在阿里山鹿野的陈丽英作品《幸福的来源》，伊是描绘着山顶爸母在种葡萄丰收的景象。来自台中港区来到德甲高中就读的蔡新慈，作品是《海獭》，伊最爱看动物有趣味的动作和表情，绘出心中的画面创作，等等精彩创作品来进行鉴赏。这次是以拍卖鉴赏的方式，让更多企业家和善心人士熟悉这群囡仔的认真，受到各界鼓励，有的画作经拍出又过来捐出来拍，同学的努力被受到肯定，也让这群爱好美术人唔呐，爱学习到美术艺术，更爱捌咧伊的价值。学校也表示感谢家长甲贵宾的促成甲鼓励。同学为作拍出22万，鼓励同学也接触募集到捐赠德甲高中美术班发展基金，资助这群喜爱美术的学生，减轻弱势家庭的负担，也圆满因的美术梦想。世新新闻蔡明东，德甲乡采访报道。